我们想查出坏人是谁，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这儿有九把枪，后面有九个气球，都装着水。但是卧底，他知道哪把枪是哪把。我不是卧底，我不是卧底，我不是卧底。 汪曼川是九号，是不是？我就随一张这儿了。我想要你的九号。来啊！你的八号也挺想要的。我不给。我不想要四。你为什么不想要四？不好听。这有点牵强。他刚才让我站在七号，他自己站在了三号。我现在只想看到三号跟七号。如果三号跟七号都没有子弹，沙溢就是一个卧底。如果有水，是不是就证明我没问题？对。 我不是卧底，萌探嗨嗨，萌探探案第二季，5月27日起，每周五晚8点 ，VIP 抢先看。